各位大家好，你在后面看到很多的高楼大厦房子，借这个机会要教各位念一个大宝广博楼阁善助灭罪陀罗尼。各位，灭罪啊，你只要念这个咒，所有住在房子里面的友情，所有罪业都消除，包括蟑螂蚂蚁都可以往生净土。你看这个咒语重不重要？而且每一个房子都变成有五方佛在里面加持，消除所有众生的五毒烦恼罪业。所以很多人把这个咒会贴在大门上 ，Om Mani Padme Hum 啊，而且所有房子都变成一个坛城一样哦。然后打开所有众生，只要包括蟑螂、蚂蚁、人，将来都可以消除罪业，往生净土。不但如此，你家里要有这个咒贴着，等于十方诸佛都在那边，我们可以礼拜他。所以没有佛像，就光贴这个咒语就好。那现在我要教各位念哦 ，Om Mani Padme Hum，Om Mani Padme Hum，Om Mani Padme Hum。当我在念的时候，我看着摄影机看着你，你身上的所有罪业也可以消除。麻烦各位自己上网找大宝广博楼阁陀罗尼啊。然后他的功德您看不得了了，我只讲其中一个啊。你出门把这个咒放在你胸前，你等于就是一个大宝广博楼阁的坛城，所有众生接触到你，人非人等都可以超度，特别是无形众生。所以各位一定要念，乃至你看到房子你一定要慈悲跟他念，而且最好在念的时候你的眼睛就看着所有的房子啊，特别我经常坐飞机，看下去所有底下的土地房子都变成一个大坛城，所有众生罪业消除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跟我念三遍 Om Mani Padme Hum， Om Mani Padme Hum， Om Mani Padme Hum。 当愿众生罪业消除，发菩提心，往生净土。 Om Mani Padme Hum， 谢谢。